恒隆地產咧喺可持續發展方面咧放咗好多心思，推行咗好多項目，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？主席陳啟忠先生啦，早於2007年啦，已經訂立咗我哋有個營商理念，只選好的，只做對的，希望我哋嘅物業喺一直營運嘅時候咧，係減少對環境、對社區嘅影響嘅。咁所以我哋前期嘅工作咧，主要係去提升同事有關呢方面可持續發展嘅意識啦，同埋改善公司嘅透明度啦，去關於可持續發展唔同嘅範疇。咁久而久之咧，帶出嘅信息咧，就係公司希望去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嘅領袖。對應氣候變化方面，其實我們現在已經規劃一個達至碳中和的路線圖了，所以我們公司現在都很積極地去探討不同的綠色金融方案，最終就是希望影響身邊的持份者，長遠真的對環境、對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。